啊，去年是这样子啊，然后那今年呢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好像并不一定要所有老师都要去借这些内容或是复制，啊，那我们重点是要学生学会嘛，啊，所以后来就前天突然间想到，所以我才跟助理老师说，你大概没有在跟他讲，哦，就想到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把这几个健好的课程，我就全部都用那个作业模式。啊，就是当各位老师体验体操操作者的流程那种模式，然后接下来他的连结和这些资料都坐在上面，啊，那这个时候只要学生一样是拿到这个连结，那他就能使用，然后我是输入账号啊，然后这些期限都能设定为没有截止日期，所以这时候老师也并不一定是要申请到。